找了一个，从网上找了一个英国的那个喷雾的那个治喉咙的那个东西，一喷上以后，他马上就能够喝水了，啊，一开始的时候他水喝不了，一喝水一喝药就痛，到第二天的时候，喷上以后马上就喝，啊，从那以后的嗓子再也没有疼过。一天4小时一副，4小时5克的药粉。4小时5克中药粉，啊，现在已经改成了，这个1天3次了，非常稳定，症状很快就控制下来了。你看，全都没有含的药，就加了一点的薄荷给他，非常少的药物。所以说这个寒热呀，不能只是用这个根据有没有高热、喉咙有没有痛来给他分。实际上，你看他这个舌象啊，还都是寒湿的征象的。好多病人，我看过的好多的病人都是从头到尾就是寒湿的征象，啊，有的呢根据肝郁啊、肝郁化火呀，或者胃的平常的这个胃热比较重的人啊，可能会进去不久，2、3天以后就化热了，那个时候就必须得用一些其他的药物了啊，这是我们学会王友军老师讲的一个东西啊，我认为他讲的非常好啊，这是我对风寒湿讨论的这个病的讨论，一个就是19年底，2002年的时候，20年的时候把这个方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说他的5个病机特点：风寒湿瘀，一个是肝郁，一个血瘀啊，最后也是证实了他确实是由这个血瘀导致这个。血管内的这个淤血栓的形成啊，虚就是寒虚，就是阳虚阴虚这两个方面啊，就是他为什么化热的这种情况也会做了一个分析。有风症，像刘师兄讲的，他确实是风行数变啊，而且呢他有表症存在，肯定是有风邪在里面的，变化非常迅速，传播非常迅速啊，症状变化快。寒症啊，这些症状肯定大家都能够看到了，在临床中，在英国特别多。然后就是湿邪了这一块，瘀呢就是我们这个病毒特性啊。我们李洪春师兄，我们一起做那个逆行者，给山东师范学会跟那个伍连德基金会合作啊，给那个新冠肺炎在武汉封城的时候，我们给那个前方的记者做那个身体保健。每天收到他们的照片，给他们分析，啊，看这个病人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特点啊，我们的体质特点。现在我们的体质特点，我也从网上查过了，做了大量的分析。第一个就是寒，第二个是湿，再一个瘀，啊，阳虚再加上这4个，长期熬夜了、空调病了、吃冷食了、冷饮啊、冰啤酒啊、工作压力啊，都就造成了这个寒性体质啊，胃寒，脾在这个脾湿性湿比较重一点，然后就是肝郁肺郁，导致这一个，再一个就是虚，主要是以阳虚为主啊，气虚也有，但是阳虚为主。那么这些特性，我们的体质的特性就和这个病毒的本身的特性就完全的交叉起来了，完全的融合了。那像我们这个病毒。他就说，刺突蛋白和我们的上呼吸道和肺部的刺突蛋白啊，完全的结合在一起，所以说它侵入性比较快，传播性比较快。那根据我们中医辨证呢，我们的个体的体质就和它病毒的致病特点完全融合在一起了。所以说和西医方面这个，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相互印证的一个关系啊。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，包括国外的人啊，这个阳虚寒湿症啊，很多人都是有的啊，并不是只是一个病毒一个这个体质特点，只有肝郁啊，就伴着那个其他的这个病毒的这个体质特点的，所以说这是非常符合这个病毒发展途径的啊。王宇军老师呢，是我们学会的这个学术部的哈，所以说他讲了这个护心阳。
伤寒病第一要旨就是护心阳，三大方剂都是桂枝、甘草、护心汤为主啊。像我们用的这个方，在这个刚才的前面方里边，桂枝甘草在里边是用的量比较大的啊。很多这个伤寒的病人，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重症的病人，他就支取心阳了啊，把阳气给直接闭住了啊，或者是伤害了我们的心阳，甚至包括伤害了肾阳啊。所以说，这个用桂枝甘草还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我不太用石膏和这些大的这个，比方大黄啊、石膏啊，这些比较寒凉的药，我是不太常用的。也会用啊，黄芩我会选用，薄荷、银翘啊，比较发散一点的，偏于上的。中焦的呢，主要是有偶尔会用点这个。下焦的，请这个疏大黄啊，大便不通的这种会给他用一点点。在这个猝死啊，猝死的原因很多，猝死的原因包括国内最近我们一些同事啊，在国内的给治疗啊，给国内的这些老人治病，很多都出现这个症状了，出现了这个心脏的、肾脏的啊、肺部的这些湿为主的水饮啊。他们就用附子干姜汤啊，加上附子干姜汤，加上这个麻黄来治疗啊，效果就非常好，能够转危为安的也不少的例子。那康复期现在也很问诊，新冠疾病。我太太前一段时间在国内感染了，她也是主要是用这个金方白毒散。她的这个前几天我发了一个看了一个病毒专家讲的这个。病毒应答哈，这个反应的免疫应答，他讲的我觉得挺好的。我太太就完全跟张师兄汇报的一样的哈，他的反应就是说，这个病毒很聪明啊，你身体哪个地方虚弱，你本来胃虚，他就让你的胃的症状发起来啊，肾虚他就把肾的症状发起来，就是专找你的老陈病给你爆发起来一样啊。所以说后期他也是遗留了比较重的这种疲劳，这个后期这个疲劳，这一次啊，在国内反映的很多啊，遗留一点的咳嗽，咽部不舒服，然后就是疲劳，就是这个补中益气呀，还是比较好用的。我对这个药是情有独钟，补中益气，我也会比较喜欢这个，在能够完全清除了这个寒性的基础上以后，再加一些温肾阳的药物，加味，那个桂附地黄，我会。加一点这个来善后啊，来帮助他这个阳气的恢复中气啊，中气中焦脾胃这要不恢复，你想把肺气和肾气在这个补起来是不太可能的啊。中焦这个脾胃啊，胃虚了，木虚了，土虚了，它不能生津，完了以后就不能含水啊，那个肾气它就不可能很好的给固护住啊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对这个饮食啊，谨防这个食腹。和这个劳妇啊，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在越来越比较认同这一点了啊，这是很好的。那么在中药备选上面呢，一个是金方颗粒，国内没有金方白毒散，非常奇怪啊，我就很感慨，我们这个中医药发源地，中药大国，这个传统的方剂制剂啊，比韩国比日本都真的差了很多啊，金方白毒散都没有，金方颗粒可以啊。温肺解饮的小青龙汤挺好啊，小青龙汤对这个这个喉片舌呀，喉片这个刀片舌喉啊，可能也有比较好的效果，特别是肺部痰比较多的啊，寒痰比较多的有饮了，有痰饮了，哎，小青龙汤的效果可能比这个金方颗粒可能还要好一点啊，比较到了肺部的一些症状的时候，小青龙汤可能更好一点，还有后边这些啊，所以善后的时候要。理中丸、附子理中丸，这个也是不错的啊。前几天我看了这边的一个，过放假以前啊，一位华人，他就是后期以后这个脾胃寒呀，拉稀呀，他就加了这个附子理中丸，2周以后啊，症状基本上没有了，2周以后还是不行，就用这个给他治疗的。清热解毒这些东西呢，我对莲花清瘟一开始我们，
2020年的时候，大使馆带着过来这个全英国的来连线，请我们几位专家来送暖暖的时候来汇报这个情况。一开始我就直接批评这个联合新闻哈，它不符合我们英国发病的这个特点。一开始长病的时候，病症状一开始的时候，肯定是风寒湿症的大多数啊，不是一像国内的很多人就一下子到了。热症就很明显了啊，舌苔变黄了，在英国的症状不太一样，而且这联合清瘟里面药物呢，是在我们英国，像刘福生说的哈，我们欧盟是不太允许一些药物的，所以说就不太很适合。清咽这个也可以选用啊，可以选用，因为这个时候也是有热症嘛啊，局部的热症也存在的，也可以用一下。但是你看他的嗓子的时候呢，我还专门看了好几个人。他虽然是嗓子很痛，啊，咽不下东西去，但是照片呢，没有那么肿，真的不像那个我们的这个湿热症的那个嗓子肿得很厉害，化脓那个样子，真的不是那个样子啊。这个含药啊，还是我是不是特别推崇的。再一个就是西药这个阿司匹林和扑热息痛啊，解热镇痛的时候。如果是中药，服用的量不够，会服用的这个不太对症，那没有办法，只能用扑热息痛了。中药的量只要服够了啊，每4个小时服用一次，中药的半衰期比较短呀，它的这个解热的作用，发汗解热的作用还是比较好的。像建国师兄来说的配上点那个葱白呀、生姜啊、猪肝汤，然后呢，喝了中药泡脚。这很容易就出汗解了热了，而且他一旦用中药解了热以后，这热象啊不太反复啊，不像第二天以后再马上反复。你要用了扑热息痛、阿司匹林、布洛芬，一天反复好几次，连续3、4天，就很麻烦了。这是一个问题，也是抗氧化的药物呢，我也会让病人，特别是一些比较虚弱的病人啊，VC 复合 VB 也会吃一点，钙片。和这个 VD 啊，我是一直因为英国呀，我们这边这个冬天日照太少了啊，我所有的病人和朋友，我都推荐们冬天吃一点钙，适当的补点钙，加上 VD 啊，这个是比较好的，也是既是保健，也是对这个增加免疫力的一种方法。再就是饮食啊，饮食的时候，我们西医专家都说一定要吃肉，吃肉啊，补充蛋白。跟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啊，我们就是还是要清淡一点，鸡蛋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可以一天吃2到4个鸡蛋，清汤面啊，放点油盐啊，盐分一定要喝上啊，特别是出汗的人啊，发了汗了，你水分、盐分、电解质补充不进去，再一次反复的时候，那个汗就发不出来了，或者是再用退烧药，真的就会伤到他的心脏或者是一些问题了。好吧，我就又啰嗦这多啊，谢谢大家，我就把我的这个想法跟大家。